面看不到有没有签的？下面那个听众看不到，我也看不到。这样，这样不想签了。没有，我是我怕太早签，我会不好意思。不想签的，我整个就签得很尴尬，我怕他签会流汗呢。对啦，姐是为了我。他刚被拿分的，好不好？那我嘞？喝完嘿。嗯。你又有欢迎你。欢迎你正面模拟箱子。这边看小飞姐可口，好不好？口渴，口渴。再来一次。哎，什么可口？什么可口？现在跟新人家的来一次。清楚说清楚，在想什么就会说什么，把心。难道他们敢说小飞姐不可口？对啊，对啊。其实就是照实话说，把心里的 OS 说出来。第一颗 NG 的镜头就是我太一开始就被架走，一开始连打都还没打到就被架走，所以当然就是说要我有点先打几拳，再让人家拉。哇！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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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风月！好歹帮心爱的人出气，也要有点，好歹打个几拳，不要一开始还没打到就被打走。有点舍不得哎，就尤其像刚才拍完，尤其像刚才拍完一场就是姐妹之间的感情戏这样子。才是我心里的第一名。看了心如，因为我们两个同年同月同日生嘛，然后看着她在这些年里面，她有一定有很多很 tough 的时候，就很像她戏里面演的小飞的这个角色一样。这么努力，那么辛苦，就会觉得很心疼。谢谢北鱼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杀青，对啊，我有点我舍不得。你有第一个杀青过的吗？没有，真的。因为他的场景都比较集中，对啊，他都去两个最热最远的地方，但是真的很高兴啊。谢谢。